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喜姐儿。宅在家里的日子，是不是觉得好像越来越管不住嘴？觉得肚子好像越来越大了，腰也越来越粗了呢？今天呢，我想在这里跟大家分享，让你可以急速瘦腰，而且可以锻炼核心力量的平板支撑。平板支撑呢，大家都知道是可以非常有效锻炼深层肌肉，能让你的核心越来越有力量，可以帮助你身体的表现更好，而且可以通过瘦腰身，锻炼你的肌肉线条的一个运动。所以今天呢，我想在这里分享我自己买的十招，就是平板支撑的变化式，让这个平板支撑变得更有趣，而且更能够深层的锻炼到肌肉，更有效。现在的腹肌正在被撕裂的感觉，而且觉得核心力量进步了很多呢。以后呢，这十组动作只要坚持每组动作做30秒，休息30秒，这样子呢，10个动作做完就是一个10分钟完整的 WOD workout of the day。只要能够坚持做完这10分钟，相信核心力量会越来越进步，而且马甲线也不是梦哦。